服务员，给我妈拿漏斗来。我妈，我大姨带他俩来吃炒肝，吃点老北京早餐。炒肝，这是我的碗，这是我妈的碗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其实我妈的碗是屎。豆汁儿、焦圈、糖油饼、炸灌肠、豆腐脑、日本人肉包，到了，兄弟们。喝不下去，还愿咋喝咋喝呗，你打他干啥？喝你就喝，不喝别生气，是吧？捏着鼻子喝，一口就下了，就闷着鼻子一口气给喝着，味儿确实不好闻那个。不是这么吃的吗？不是啊，吃完了吃完了。老北京吃法啊，站着。哎呀妈呀，打孩子干啥？孩子愿咋吃咋吃呗，这在外边。啊，北京的味。那个有没有人肉的包子？我妈想吃一份。哎，没看我都不敢吃。那你得尝尝，好吃。没吃过，你怎么知道好吃不好吃？就给我点这些，我可都愿意吃。你大声吼喝这个呗。服务员，给我妈拿漏斗来。一吃饭就变态，你越多你越变态。吃个饭像表演似的，还找对象呢，狗都不能嫁给你。啊，尝试尝试，来我舔舔，我看看那啥。我给你吧，你都喝它。没事，能吐能吐，没事你吐。哎呀妈妈，手都嘚瑟了。哎妈，这把外套都不能吃。去外边吐大爷。哎妈，这玩意儿比干脆都难吃。妈妈。打。妈，你这么的，你拿这个醋蘸一米高，往我嘴里倒吗？我都说了，在外边别打孩子了，你怎么就管不住呢？李鬼伯呀，你咋不听得好无耻呢？